处女座。随心的白羊座最怕遇到的是较真的处女，让白羊座觉得特别教条。金牛座、水瓶座，务实的金牛座遇见天马行空的水瓶座，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双子座、摩羯座，双子座的爱玩活泼与刻板固执的摩羯座天生相克。巨蟹座、巨蟹座居家内敛，射手座热情奔放，性格上就很不一样。狮子座、双子座，狮子座有领导风范，而双子座随心所欲的性格让狮子很不爽。处女座、双鱼座，处女座对事凭事实根据，双鱼座全靠感性。天秤座、白羊座，天秤座的性子慢，白羊座急性子，互相看不惯。天蝎座、巨蟹座，两个互相缺乏安全感的人在一起只会更没安全感。射手座、天秤座，射手座做事是做了再说，天秤则是一直犹豫，完完全全的克星。摩羯座、狮子座，摩羯座克制，狮子座总想出风头。水瓶座、金牛座，水瓶的想象力十足，碰上固执的金牛，两个人完全不在同一个世界。双鱼座、天蝎座，双鱼情感丰富，朝三暮四，而天蝎座控制欲极强。更多有趣有料的星座解读，上西瓜视频关注辣椒星座，我们不见不散。